这么精彩的歌曲。好，那节目呢也进入尾声了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可以坐这么久，两个小时。那接下来呢，如果大家呢对铁花村的不管是表演的事物啊，或者是铁花，像我们有铁花小铺，刚才铁花吧台，然后铁花好店、台湾好店，然后假日五六日还有慢市集，那我们的相关的资讯都会po在铁花村音乐聚落慢市集，对，就是 Facebook， 那大家就可以上去帮我们按个赞，然后里面都会有讯息，及时更新的讯息这样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这首歌当做 ending 曲，是比较抒情的一首歌，它叫做《陪我看日出》，送给大家。随身的行李，下课，拜拜。